哇，这两个人啊，就像配合好的一样的，那一辆和这一辆车的那一辆前面那个 Hyundai SUV 就像配合好的，用大灯照到我眼睛里，从后面就像配合好的一样的，这都是有意的接近的，看到没有？有意接近的，8:30，晚上8:30，2019年2月18号，是什么人？还有那个 Hyundai SUV 的 driver， 像个银灰色的 Hyundai， 灰色的，稍微有点金属色。Hyundai 的 SUV driver 往那边去了，没有？他们像配合好的对我进行这种照到我眼睛里，坐后面，跳了个 U turn， 怎么就走了？然后像配合好的，故意用眼睛，用那个大的墙灯，而且那个 U 号那个车，那个卡车，那个灯很特别的，它那个灯有点特别，它是那个右边的灯特别亮，正好照到我这边反光镜上，照到我眼睛里，这是算计好的，有目的接近，然后算计好的，那是 calculated approaching。就是 calculate approaching 的，那个 U 号是个那个搬运公司的名字，HALL 或者 HULL， 记不太清了。照相机被弄坏了，原来可以录，现在不能录了。故意整我，原来这是属于那个犯罪伤害活动的一部分。2019年2月18号晚上，现在8:32。那个 U 号那个车，它那个我说卡车。拖东西、搬运东西的、搬家的卡车，那右边的灯特别亮，那个像左边的灯没有右边的亮，正好那个右边灯就照到我反光镜里面，反光镜两个反光镜，我说这个后望镜在我这个挡风玻璃上方的后望镜可以看到，然后呢？我右边哦，左边的这个反光镜，左边那个反光镜啊，正好那个右边的大灯照到我眼睛里。后来我注意到他们这种接近的方式，有意接近，有意用大灯照我眼睛这种情况。那我就那个在那个拐下来的时候，你不是一个大弯道下高速公路的旁道嘛，然后我就。在那个他们就放慢了，那个卡车就放慢了，然后呢接着那个 Hyundai SUV 的 Hyundai Santa Fe Model， 它那个模型就是 Model Name 车型叫 Santa Fe Hyundai 那个 SUV driver 就补上用那个灯来照我的眼睛，故意的，然后整个就是搞配合嘛，配合的对我进行那个照我的眼睛的一种 intimidation， 一种恐吓行动，就相当于，他就明显让我知道他们在跟着我，跟着我拿着灯照着我，就这样，而且照的是那个角度正好在我反光镜，就是算计好的嘛，整个都没对了，那碰到这个晚上的搞这种袭击的恐吓的人，那你看那个 U 号那个司机马上就 U turn 就跑掉了。那个 Santa Fe 那个司机跑得更快，往右边拐去 University， North Davis Highway 去 University Parkway 那个方向，将近5分钟的录像时间，
五分钟。